谢谢大家，辛苦大家了，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那所有女生们，接下来要来到佳琪直播间的这一位，整个就是扑面而来的少年感。对，我们的导演也特别强调了说，他出场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的 BGM。那我们掌声欢迎今晚的嘉宾 Into One 刘宇来喽！啊，怎么？哇，厉害，好厉害！没有想过我是这样相信出场，没有想过，完全没有想到。Hello Hello， 你好你好，送给我，送给你送给你。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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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先坐，来稍微小心一点啊。好，来脚可以踩这边，然后主机位在这儿。好好，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刘宇，很高兴来到佳琪哥的直播间。这把扇子其实我是想送给你，因为寓意着我希望佳琪哥的直播间可以红红火火转起来。红红火火转起来，是这个转起来还是赚钱的赚起来？那都得赚。OK， 哇塞，很厉害，所以可不可以教我一下怎么样转扇子？你就是技巧，技巧，你也可以这样的。喂，你之前是不是学过舞蹈？这个事情可以不用多提，会有点尴尬。你可以试一下，就是。这种的，这个我会，这个你会，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哦，是吧？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你要手指放在这个扇子的扇骨里，再放这儿。对，是，你知道上次给你拍那个就是短视频的时候，我就有想要练一下，就是你那个转扇子，结果就把这边全转坏。这扇子质量应该好，质量应该还蛮好，所以，哦，真的吗？哎哎，就这样，可以可以。哦，原来是这样转扇子哦，有小技巧在里面的，哎，但是真的有点痛哎，是吧？所以就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这么多精彩的一些舞蹈啊，包括节目，其实背后付出了很多努力。是得有点努力。真的就是只有学舞蹈的人才知道，就互相能够理解到。对对对，而且你那个真的是，你知道，美美佳琪以前也学舞蹈，但是在刘宇面前就是啊，就是小巫见大巫，不太敢多夸自己。没有没有没有。但真的，我跟你们说，刘宇真的，我觉得，因为我看过你很多很多的比赛的时候视频。太棒了，就扇子啊，然后那个就是有中国古典的那种水袖的东西，真的跳得太好看了，谢谢谢谢，好不好？那所有女生，首先我们恭喜 Into One 刘宇，我们成团啦，对不对？希望你们可以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舞台上的精彩表演，谢谢。而且这一次是作为泰国品牌 Misting 的热力代言人，所以听说你有准备一个比较特别的问候要送给大家，是的，因为所以这个问候是。萨瓦迪卡，很标准呢、欸，是吧？我特意找我们队队员学过，哦、特意找队员学过，所以一般我们都说萨瓦迪卡，不行，所以是应该怎么翻？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对，哦，我知道，男生是 come， 对，女生是卡，对，对不对？对对对，哎，我还是会一点小知识的，知识太多了，是是是是是，那所以。今天我们先预告一下啊，因为今天刘宇来到佳玉直播间，我们会带来什么？会带来刘宇在现场的亲笔签名，等下会在我们直播结束后会送给我们的五位粉丝，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关注啊直播间，可以多多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先放松下来，所以这是第一次直播吗？其实之前有直播过，有直播过，但是第一次来你直播间，第一次来我直播间，你觉得就是带货直播呢？带货直播其实之前有过，也有过，有过、嗯、OK， 所以应该不会很紧张，也不会很陌生。对对对， OK， 那所有女生们，接下来我问的第一个问题，你出道之后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变化是，我想想啊，有什么变化呢？就是觉得之前其实不太自信，真的真的。为什么学跳舞应该不会不自信吧？没有，我是一个只会在舞台上跳舞，但是不敢说话的人，也不敢唱歌。哦，但是参加完比赛之后，哎，发现。我其实敢唱歌了之后，然后敢说话了，其实很多人喜欢我。哦，所以你觉得自己其实在说话上和唱歌上也是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的。对 对, 对。OK， 所以就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变化。对。那还有变化吗？变化就变得特别忙。可以这样说，可以，现在确实比之前忙。所以现在睡觉每天可以睡多少个小时？那还是够睡的。还是够睡。因为我一在车上我就立马到了就是。哦，所以你是一个不会就是睡不着的人。对。那这点很好。你相信我做。我们这种特殊行业的，比如说艺人或者是主播也好，或者公众人物也好，可以时时刻刻睡着觉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也是，我有听说过，你也是。我是超级片段睡眠，就是我任何的时候，只要说你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随便你干嘛，然后开始睡觉，而且是我五分钟就可以睡，睡完了就精神百倍那种。哦，所以我觉得可以睡觉是一点非常好的特殊技能啊。是的，是的。好，那你觉得就成团之后，你到现在为止有没有想到自己？想要在之后给大家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吗？
或者有准备一些小惊喜，然后在之后跟大家见面吗？其实我们从我今天工作完之后，可能就要回去排练了。就要回去排练了，准备后面的舞台，准备后面的舞台了。所以这个舞台新专辑要筹备了，新专辑和后面的舞台都会出来了。所以当你还没有成团之前，跟你成团之后，你对成团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或者是理解吗？因为跟你想象当中一样吗？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以前其实觉得，因为不太了解男团嘛，是，然后我也没有就是亲身的就去感受过男团成员这个职业，是，然后。现在当我真正成为一个男团成员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不管做什么事情，身后都有一帮兄弟在撑着你，哇，就是团结的力量，是的，就是永远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对对对，会有很多人在后面帮着你，是的，会有很多人一起互相的帮助，一起互相的衬托，对不对？哇，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非常的棒。那我们期待一下后面 Into One 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舞台，以及 Into One 的新专辑，谢谢，好不好？那接下来啊，就聊你一个除了跳舞之外比较擅长的点了啊，因为你很喜欢在社交媒体上给大家去推荐和就是去教一些你自己的一些妆容的使用方式。对，其实我们舞蹈生在学校的时候会学化妆。对啊，你有也学，你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空找化妆老师来画嘛，对吧？是，你就得自己上手嘛。而且一般我们以前的那种什么排练，或者以前什么一种比较就是地方性的演出，其实都是老师喊我们去，然后排练排完了就自己化妆自己上台那种，真的没有老师来教我们，然后帮我们化妆的，所以我们其实对化妆，舞蹈生对于化妆还是有点研究的。是的。然后平时你会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粉底液吗？还是说是化妆师帮你推荐或者怎么样？我其实蛮挑粉底液的，蛮挑粉底液，因为很多场合都是需要不同的类型的粉底液嘛。是，比如说上舞台的时候，你就得是那种防汗，然后持久度得高，然后你还得不脱妆，不脱妆，对，然后不氧化，不氧化，对，哎，这都是几个专业名词哎，我发现他真的是对于什么对于就是彩妆还是很理解的。那比如说平时你们就彩排一下练习一下，然后私底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选择粉底液？它得是透气的，透气的，自然的，自然的，对，轻薄一点的，轻薄一点点的。 OK， 好，来，所有女生们，那自己你平时打粉底液的时候有什么小技巧吗？把你的一些压箱底的宝藏那种底妆和你舍不得分享的底妆来在我们直播间分享一下。有一个小 tips， 真的是我们上舞台公演的时候，上粉底液，因为我们会有时候会录直拍，会录三四遍嘛，对吧？是。那粉底液肯定坚持不住，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粉底液里面悄悄，我跟化妆师老师说，你把定妆喷雾喷在粉底液里面，然后搅拌一下，混在一起，再上脸，然后怎么跳它都不脱。美们听到了没有？我跟你们说了的，定妆喷雾真的非常重要。是的，你们就是不听我的，开玩笑，没有没有，就是我也在教你一个办法，好不好？你下次试试。我跟你说，整个粉底液就像胶水一样粘在脸上。什么办法？就是你在用完护肤品之后，用完防晒之后，第一步你是用定妆喷雾全脸喷，喷完之后你再把定妆喷雾喷在化妆蛋上，然后你再去上粉底液，上完粉底液之后，你压完散粉之后，你再一遍定妆喷雾，你这个底妆真的你跳十遍直拍，你可能会累死，你跳十遍都不会就是脱妆，而且你汗流下来是透明的汗，而不是那种带粉底液颜色的汗。你下次试试看，就是三明治把粉底液夹在皮肤上。可以。对，就是上粉底液之前一遍定妆喷雾，然后后面一遍定妆喷雾，总共三遍。对，然后化妆蛋上一遍定妆喷雾，好，会很好用。好了，那刚刚真的果然是高手，说了这么多，就是刘宇给大家说的粉底液的那种小 tips。那今天你选择到了一个品牌，我觉得也很适合你的工作。因为你们就是天天要跳舞要动，然后要在舞台上给大家呈现很好看的表演。因为我也上过舞台表演过一次，我还没有开始动，我只是站在那走了两步，满头大汗，背上全都是汗，所以我觉得你选的这个粉底液很厉害，这个粉底液特别特别适合你们。是的，美们 ，Misting 的粉底液这一款叫做持妆柔雾粉底液。为什么我觉得它很好？要不代言人先说一说吧，好不好？你先说，然后我帮你再补充。你为什么觉得它很好？因为这一款是小金盾，对吧？是，对，没错。小金盾它其实主打的是一个就是控油力好。控油力好，对，控油力好。然后呢，它是雾面哑光的妆效，雾面哑光。是的，所以你平时就是在镜头面前应该也会多选择雾面哑光一些的。是的，因为在镜头面前对这个底妆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它不能够太油光。油光的话，通过镜头的处理，它其实反出来像是你很油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女明星包括男明星一样，在镜头面前一定要把脸上压的哑光的，是的，然后压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油光，是的，不会反光那种才会好看，有一种柔焦的感觉。对， okay， 但是它这一点好在哪里？它是把你脸上的油化为光。
哇哦，这一点的卖点我都没有找到，所以它是把你脸上的油变成水光而不是油光。是的，哦，把油化为光，嗯，因为它的控油能力好，而且可以吸附你皮肤的油脂，嗯，所以它不会拔干的同时，让你的底妆会自然有光泽感。是的，因为很多人害怕化完妆是没有光泽感，会很暗沉，是的，会很蜡黄，嗯，所以这一款大家完全不用担心。那还有什么是你比较觉得它很厉害的地方吗？我觉得它遮瑕度的非常高。收到点子上了，嗯，因为像亚洲女生或者像中国女孩和男孩们，嗯，我们不是说每一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么好的经济条件，嗯，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皮肤管理，是的，是的，或者是开始做一些皮肤的一些就护肤，是，所以可能我们在青春期会留下一些痘痘，对，或者痘印，嗯，或者甚至是一些干皮肤容易出现斑点，嗯，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女生，你们在干嘛？你们在使用产品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它的一个危害性和刺激性，嗯，所以导致皮肤容易泛红，是的，所以它用来遮瑕，我跟你们说真的超厉害，所以今天你用的是这款粉底液吗？是啊。OK， 美们真的可以买买它，美们真的买买它。嗯，首先啊，我跟大家说啊，第一个，它刚刚有说到它的控油能力非常的强。第二个，它蕴含了双蓝养肤成分，叫做蓝藻蛋白加蓝蝴蝶豆花，嗯，这两个成分是可以帮助你养肤型的。嗯，而且深海的蓝藻蛋白，它是除了养肤之外，还可以帮你抵御外界的伤害。嗯，比如说阳光紫外线，是的，比如说汽车尾气，嗯，比如说大气污染等等。然后蝶豆花这个成分很厉害，就是它可以帮助你。让你的底妆更加的在你的脸上持久，是的，然后不暗沉，然后不容易脱妆，包括你戴口罩脸也是一样，是，对，你戴完口罩你拿下来，哎，感觉那种勒痕都少了一半，对，就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一款产品。最重要的是它里面加了维生素 E， 可以帮你保湿不拔干，让你的皮肤越夜越美丽，嗯，就像刚刚我们 Into One 刘宇说的，就是让你的油化成什么，化成水光，是的，好不好，让油化成光的感觉。嗯，然后给大家挤出来看一下，嗯，其实哦，美们，哎，我刚刚拔一下啊，来，其实哦，所有女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质地，有一点点像粉霜的质地。对，它推开之后哦，是你摸不到里面有那种颗粒的感觉的，很细，看到了没有？它非常非常的细，嗯，它的颗粒感几乎是零。然后你看，你轻在你的皮肤上拔匀，看它的延展性很好，嗯。其实我只用了我手指上的一点点粉底液，它的遮瑕，它的一个延展性真的超强。我用了一点点手指上的鱼粉底液，它的延展性你们可以看一看。整个这边就是柔焦感，是的，是的，是，而且遮瑕效果好。我身边工作人员全在用这个了。你身边工作人员全在用这个。对对对对，好，来，所有女生们，天猫店铺价129.9元一瓶。嗯，佳琪直播间到手价，刘宇 Into One 刘宇今天来了，我们直接领40元优惠券，嗯，到手价89.9元，哦，然后再送粉底液中样15毫升两支，买30毫升送30毫升，美们，有白的颜色，我用的是100号色比较白。我们来看一下颜色选择，应该这样选啊。如果你要推荐大家选颜色的话，你用的应该是100，对不对？我用最白色，嗯，对不对？嗯，美们 ，Into One 刘宇用的是100。如果你皮肤很白，买100；皮肤自然偏白，买110；皮肤自然买120。我说句心里话，美们，就是刘宇用的100，我应该只能用110。没有，你也白了。对，我不太能够用100，因为真的。刘宇本人真的皮肤又很好，而且又很白，好不好？那皮肤没有很白买110，皮肤比较偏白买100，好吗？来，准备好咯，领40元优惠券，3、2、1、3.6。对，等一下，之前你有模仿过我？有啊，在介绍一套很漂亮的汉服的时候，对不对？有模仿过，我有看到，我当然有看到，因为你一模仿完我，所有人都艾特我说李佳琦，那个 Into One 刘宇模仿你，就是也就是用你等等。所以今天3、2、1上链接交给你，好，然后你帮我来总结一下为什么要买它，然后上链接，嗯，好，好不好？如果要用李佳琦的方式上链接，你会怎么样说？来啊，回顾一下啊，回顾一下，来来来来，3、2、1，嗯哼。Oh my god， 美眉们，我的天哪，这是什么神仙粉底液？美眉们，这个粉底液太服帖了吧！我的妈呀！所以女生准备好喽，马上上链接来喽，3、2、1，开始。很像哎，怎么办？我觉得你是这模仿我这最像的一个，完蛋了，怎么办？我觉得。直播间交给你了，我要不我就先走了，旺旺，我们先走吧，让他一个人播就可以了。我觉得又知道产品，又了解品牌，还会知道该怎么用，还会上链接。下架了，没有了，来，我们再加货。马上来 ，Misting， 我们再加货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马上补货哟，谢谢大家。所有女生，我们上在了宝贝链接的48号宝贝啊，大家可以赶快去抢，然后领取我们的40元优惠券，嗯，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来，马上加货。你的颜色是第一个下架的，来加好咯，
100号色已经加好了，110号色也加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110还有6500瓶，谢谢大家。100只有228瓶了，美们，100只有最后的79瓶了，没了，100又下架了，来，我们再加一下货。好的，好不好？喜欢佳琪姐姐都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想要在夏天持妆不易脱妆，而且有遮瑕效果，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小金钻粉底液，好不好？持妆柔雾粉底液 Misting。因为 Misting 是泰国国民品牌了，你就算得上是大街小巷的都在用它。对，而且之前我有去泰国旅游的时候，也是我只要每次去泰国，我都会去买 Misting。他们家的粉饼很好用，是的，他们家的防晒特别好用，防晒。它这一款也是真的好用到爆炸的产品，包括以前三四年前，可能你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用彩妆哦，就会找就是朋友，如果去泰国旅游，我们就会买眼线笔，买10支20支，然后从外国就国外带回来，是因为他们家眼线笔持妆到不行，因为泰国常年就是你知道炎热高温，热，然后特别容易流汗，是的，所以他们的底妆都一定要持妆，是的，而且就是无惧夏天的炎热，好不好？所以喜欢佳琪姐姐都关注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的产品已经上在了48号宝贝链接，大家可以领40元优惠券。要直接拍一下就好啦。谢谢大家，我们帮大家补下颜色哦。好的，谢谢你们的支持。哎，那刚刚其实真的非常的成功模仿我。其实我很想跟你学一些小技巧，因为你知道，就是之前看过你舞台的直拍吗？然后我们的同事都说，佳琪可不可以学一下 Into One 刘宇他的这个就是表情管理？对，然后他说他在哪个角度拍，哪个机位拍都很好看。他说可不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你也表情管理一下，他们就天天 diss 我不会表情管理。所以今天我给你出个难题，因为听说你非常喜欢一个绿色的，跟我一样很喜欢一个绿色的单品，就是这个。哎，真的喜欢。因为我们是做背调的，其实我们公司是背调公司，没有开玩笑。就是你很喜欢香菜，所以如何用香菜拍出高级的照片和高级的表情？香菜，所以你爱香菜爱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直接生吃的那种，你不行吗？我不太洗过，你可以直接吃香菜。他们还说你很喜欢吃榴莲，对，我就喜欢吃一切重味道的东西。等下那个车我给你全都推走。哇，我来的时候就闻到味了。有很多新鲜的榴莲，对，哇，我试一试直接吃香菜是什么感觉？旺旺，你有直接吃过香菜吗？行啊。就是香菜味儿，不是啊？原来哇，不可以吗？不可以，我没有从来没有直接生吃过香菜。哎，它跟泡了那个，比如说面泡了那种汤里面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呢。对，它其实本来有点涩涩的，有点苦味，但是香菜的味道很重。所以你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吃法？我还会就吃西瓜蘸辣椒。你再说一遍，吃西瓜。你们真的，你们怎么什么都有啊？今天是零食节，今天是零食节，所以什么都有。哇，吃西瓜蘸辣椒，来试一下。你自己发明的吗？我也不知道。可以啊，西瓜不可以蘸辣椒啊？你尝一下，尝一下。你小心哦，不要滴到白衣服身上了。来，你全身都是白色。这个你们这个辣椒准备的感觉很辣的样子。是我们这个是那种辣油泼辣子。哦，这个很好吃。哎，你等下给你拿一点。哎，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对啊。然后经常吃工作餐？对啊。我给你等下准备两个辣椒酱，就是那个绿色跟那个红色那个辣椒酱，不说品牌，来，那个绿色跟那个红色，我给你推荐两个辣椒酱，好吃到飞起来。前两天王菲菲姐姐来的时候，我送了她两罐，她整个在机场上用那个辣椒酱吃完三大盘蛋炒饭，她说那辣椒酱超好吃。西瓜，试一下。你要试？我真的人生第一次西瓜蘸辣椒。所以它什么味道？就是甜中带辣，辣中带香，香中带着那种西瓜的清甜味儿。尝一下，要整个果。哇，你这有点实在。可不可以拿个垃圾桶？我刚刚吃的有点多，我怕整个一吃完就全呕出来了。不会不会，不会拉肚子。我经常这样吃，怎么样？其实是好吃的，对吧？怎么样？还想？你知道？你知道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就是你刚刚吃到辣吧，然后那个甜又来打扰你。对。然后你刚刚感受那个甜吧，辣又出来了。是的。所以你是一个
很就是喜欢把两种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加在一起是一个人吗？对，就 DIY 还可以，还可以。旺旺要不要试一试？试一下。嗯，还可以啊。而且我这个辣椒里面还有芝麻，更香了。没有那么黑啊。还行哎，真的，真的还可以。你们试试看，你们之后在家里面试试看，辣椒蘸西瓜还真的蛮好吃的。是的。OK， 那所以你可不可以用这种比较有趣的道具来拍出好看的照片？试一下啊。试一下。嗯。怎么样用香菜拍出好看的照片？来，我不相信香菜可以拍的时髦。老师给我拉个近景，接着给拉特写。拉特写要。等一下啊，得给他就是那种挡住，然后是。哇，要挡住，要那种前景的感觉，就前置的感觉。对。哦，原来是这样。就像丛林里面。哦，就像在那香菜。香菜丛，像香菜菜棚里面拍照那个，所以香菜菜棚也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还原刚刚，我可以还原。来来来，感觉像一个就是农民伯伯，爱上自己的香菜。所以是哪个机会啊？这个你在笑，我们摄影师在对面已经笑到不行。忍住啊，忍住、啊。所以真的，一个老头子干嘛做这样的事情？一个三十岁的人了。如果哪个导演以后找我用香菜拍照片，我跟你说，我就直接翻脸不录了，不拍了那种。OK， 好，来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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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帅的。你确定？我感觉有点好红，这怎么办？我害羞了。我看了吗？是帅是帅。是是是，好了好了，就是其实夏天了有很多种，就是不一样的，就是食物好吃的食物的新吃法、嗯嗯嗯。所以你很喜欢吃辣椒吗？是的。所以你所有东西都想要吃辣椒？对。OK， 你有没有尝试过冰淇淋加辣椒？还有这种？没有，我只是想说，就是对吧？就冰淇淋加辣椒，应该也是、哦、你会喜欢。下次你试试，试一下，试一下，好不好？如果好吃，你再通知你的粉丝，好不好？好，那我们把东西撤一下。其实说到夏天，我们必然离不开一个产品，就是防晒。是的，所以你这么白，应该是天生的吗？还是怎么样？我天生不白。你天生不白？真的不白。我也天生不白。他们翻我以前照片就能翻出来。是，所以你天天用防晒吗？对。然后从你的角度上来说，防晒对你的重要性有多重要？就是我觉得护肤品都没有防晒重要。听到了没有？护肤品都没有防晒重要。就是必须得是防晒，每天出门都要用的。防晒每天出门都要用、嗯、所以你是坚持每天出门都要涂防晒？对。OK， 而且你防晒的用量怎么用？你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吗？就是平时你的用防晒的手法和你的用量之类的。差不多这么多，这么多，全脸，对 ，OK， 所有女生们，正确的防晒用量就是全脸这么多，一个硬币大小的量左右，对，硬币大小，好不好？因为你如果不涂够量的防晒，其实你没有办法成膜，是的。而且你知道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美们，我们防晒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涂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 ，Misting 的小黄帽防晒，我们直播间的真的是爆款的产品了，嗯，轻轻一抹，它就会干嘛？先润泽你的肤色，是的，然后再化成水。然后再在你的肌肤上成膜、嗯、我的手已经真的算蛮白了，但是用完防晒这边的皮肤跟这边的皮肤完全不一样，是这边会透亮起来，是的，它就整个用完了就会整个让你的皮肤亮起来、嗯、但是不暗沉，对，不泛白，以及不容易闷痘痘、嗯、因为你知道来自于泰国的国民品牌化妆品 Misting， 他们如果产品做的油或者是厚，绝对没人买，绝对没人用。是的，你知道吗？ Misting 的防晒霜真的是足量到爆炸、嗯、而且性价比高到飞起来，我每一年都有推荐。我五年前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嗯、我就开始推荐 Misting， 真的，我觉得你选择 Misting 很厉害、哦、其实我觉得我能够在淘宝里面火起来哈、嗯，就从众多的美妆博主里面火起来、嗯、那个时候我就选择推荐就是泰妆，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泰妆又便宜又好用。对，到后来我们开始发现国货产品越来越好，嗯，美们 Misting 真的这么多年来了巨好用，不辣眼睛。而且你哦，如果现在夏天了，很多人应该会去入学，对，入学了就要军训。是的，妹妹，军训你一定要用它。为什么？一支你军训十天把它涂完，你发现你的同班同学都黑了，你没黑。对，而且女生和男生扎头发起来之后，脖子后面一定要涂、哦、手臂露出来的地方一定要涂。是的，因为你知道不是所有女生都可以把脸部防晒涂在身体上、嗯、对，小黄帽是脸上身体上你都用，为什么？它的一支量抵别人的两支量，很大很大，一支60毫升一支，而且哑光不黏腻、嗯、
不容易闷痘痘，而且它成膜速度非常快。是，就是你涂完脸上之后，它成膜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准备好了吗，美们？天猫店铺价99一瓶，佳琦直播间118一瓶，两瓶相当于第二瓶只要美眉19块钱。哦，120毫升的防晒霜，真的全身然后全脸都可以完全用起来，这个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不好？嗯，性价比超高的防晒霜，美们，小黄帽防晒。所以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它不容易搓泥。哦，很好，因为你是喜欢带妆的，对，或者你的工作是需要带妆 的，所以美们用完它 ，Into One 刘颖说了，它不容易搓泥，嗯，好不好？它上妆那种效果也是不会搓泥，不会跟你的粉底液发生那种搓泥的反应，是的。所以美们大胆放心买起来。有个女生说，我昨天99块钱买了一瓶，美们，那你真的是赶快再买两瓶，把差价补回来啊！数量填二，领80元优惠券，3、2、1，来喽！美们，这个是真的，你们试试看。在夏天，特别是你军训，或者是比如说男生女生，可能小朋友，他们要去夏天有学游泳，是的，对吧？在户外，然后去夏令营，然后一直在户外跑来跑去，或者打球。美们，防晒涂起来，男生们防晒涂起来，性价比真的超高。你相信我，你买了这个防晒霜，你的男同学都要借你的防晒霜用一用，好不好？谢谢大家，来，所有女生们，数量填二，没了，来领80元优惠券，我们再加货给大家啊。数量填二，领80元优惠券，准备好了没？马上加货给大家，往下滑，新进来的美们往下滑，详情页面可以领取80元的优惠券，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来，我们马上加货，加货呀，又下架了，加了货又下架，来，我们再加30000吧，好吧，我们再加30000，还有5000、3000、还有加好了30000，来，还有1万份。Misting 防晒5137瓶1900瓶又下了、这个是真的，我推了5年的防晒霜，而且哦对了，你知道我最近还做了一件事情，那个马上就会给大家看，就是我为了做防晒评测，我花了28万把所有我认为好的防晒霜送去了一个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Misting 也在中间，因为我推了5年的产品，我很怕它真的有问题，或者是我很怕它是我自己能力之内没有查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把它送去了检测机构检测，它完全合格，而且那个老师都说，他说虽然便宜，但是它的成分非常好，它的合格标准度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妹妹大家放心买，后面那个 vlog 会出来的，你们可以看到我的防晒评测。真的，你知道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啊！所以美眉们放心购买我们的就 Into One 刘宇代言的 Misting， 好不好？真的，我觉得性价比又高又好用的美妆品牌，好吗？那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两个产品带完了，你放松一下，好吗？我们差不多完成任务，老板应该很开心的，卖的非常好。这样，因为你就是也是就是成团后首次来嘉宇直播间，所以我们想要让你的粉丝和我的粉丝更了解你，所以我们准备了几个问。快问快答，好，好吗？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有一点点的犀利哈，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那首先问你吧，就是来第一次来你家直播间，感受怎么样？太热闹，太热闹，真的是太吵了。太热闹，我很。最近耳朵还好吗？我在那边休息的时候，我就一边听着这边，哦，这个吃的我买一下，那个吃的我买一下。所以就觉得是很热闹的一个直播间。对，好，那你们现在应该也是所有的团员都住在一个宿舍里面，对，对不对？对，日常应该也很热闹，很欢乐吧？每天最欢乐的时候是吃早饭的时候。哦，真的吗？为什么？因为每天就是集体活动出门的时候，是因为在外面的话会点工作餐嘛，是，但是在早上就在家里围成一桌，每天点各种不一样的中国早餐给他们吃。哦，所以他们会很爱吃中国早餐，他们很爱吃，很爱吃，对，特别爱吃豆腐脑。豆腐脑，这样有个灵魂问题来了，豆腐脑吃咸的还是甜的？我绝对吃咸的。啊，我是甜的，我是湖南人，我们豆腐脑都是白砂糖挖两个，然后这样搅一搅开始喝。咸的豆腐脑，我上次在武汉试了一次，你接受不了，不太行，真的不太行。好，那平时大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整个破音状态。平时大家在宿舍里面的状态怎么样？状态就是宿舍里面的。对，就是一回去倒头就睡还是怎么样？不是不是，大家坐在一起会聊天，会聊天，聊之前的一些作品啊。然后因为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大神在这个团里嘛，是他们聊之前啊，这个舞蹈你看一下你喜不喜欢？哇，这是你编的呀，就每天聊各种之前的一些作品，然后会聊后面的想要怎么展现自己的舞台，然后未来的一些畅想，想到我们之后演唱会应该怎么开，就每天
各种幸福的畅想。是，好，这样吧，我觉得就是趁我们时间还有一点点啊，还有几分钟，我们抓住刘宇在直播间的最后几分钟，我们来私家打探一下，Into One 宿舍的小秘密，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那我就问几个，就随便问几个关于宿舍里面的问题了。好，要快速回答啊。好，第一个问题，谁的房间最干净？我。真的吗？绝对是。所以他们的房间就是最可怕的什么样？也没有，也没有，就是我很有自信的，可以这样说。是，就是每天都说得很规整。好像也不是。所以不是很规整的你也属于最干净的房间。哎呀，这样也说也算吧，算吧，算吧。OK， 好，第二个问题啊，谁最爱赖床？就是永远就是最后一个起床，然后最后一个到。在创造营这个节目里面，很多人赖床，包括我是在宿舍呢。那没有，没有，没有人赖床，就是闹钟一响立马起。是要罚钱，公司这么严格，赖床要罚钱。因为你知道，每次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会有很多工作人员在等你。是，那你直接导致这个迟到的话，会不太好嘛？是吧？那这样吧，我这样问好不好？就是谁是那种最晚起，但最好把最快把妆容什么全部都搞定的？就他可以说啊，你们先化妆啊，你们先弄吧，然后你们先洗澡吧，或者怎么样，我等下我很快五分钟就搞定了那种，有吗？谁呢？他们有些都素颜直接出门，李默吧。李默、OK。AK 也是、所以他比较快。他们都挺快的，其实。我每天最早起来。然后就最晚出门。也没有最晚。就一起出门 ,OK。好，谁起的最早啊？最早我、no, 你也是你，对啊，怎么都是你？我每次就是别人是比如说八点钟的活动，他们七点半叫起床嘛，是，我是要六点半就起床。但是舞蹈生真的起得很早，对，他们很能起早。对，好，来我们下一个、就是宿舍里面谁是勤劳贤惠的？勤劳贤惠就什么事都说啊，我来做我来做。怎么都是你？都是我。所以其他人就是完全懒得不行？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他们都很勤劳，博远很勤劳，博远很勤劳哦、是博远以前教过我跳舞，你不知道吧？我的买他就是博远编的哦，我买他怎么跳来的？买啊啊啊啊他就是他编的、啊、我的天哪，是他以前是我的老师呢，我还喊博远老师呢，哇哦。是，好，那谁最爱照镜子爱臭美？我觉得尹浩宇蛮爱照镜子的，比你还爱。我俩不分伯仲，不分伯仲，就是你们只要看到反光的东西你们都会照一照、对对对，就比如走在街上，哎，有个镜子这样照一照。 OK OK OK， 好，你们在宿舍最爱吃什么东西？最爱吃早饭，就是早饭有很多、辣椒，辣椒，我发现好多人爱吃辣椒啊、好多人爱吃辣椒。所以有不爱吃辣椒的吗？有被你们带到整个爱上吃辣椒吗？或者 是完全排斥你们吃辣椒？没有没有，就是慢慢爱上吃辣椒。对 ，OK， 那你的拿手菜是什么？我的拿手菜就是煲汤。煲汤是拿手菜？对，煲那种养生鸡汤。养生鸡汤不像你这个年纪会去用的，应该是我适合我的拿手菜吧。我很养生的。好，那一定要吐槽的话，最想吐槽宿舍的什么？就是我们宿舍，别看它是一栋啊，但是每一个房间都能做出不一样的风格，也是很厉害。什么意思？就他们会先帮你们装修成不一样的风格，比如说有什么简装风啊、毛坯房。我有看过你们的时候宿舍非常的简陋，这就是，所以真的简陋吗？其实可以在直播间吐槽一下你们的就是老板们。还好还好，因为我很爱去改造一个房间，是我每次到哪里我都能把一个房间改造成自己的家。所以大家就是随便住。对，随便住。然后你会把它整个就是装修一下。他们现在也买了很多东西在装饰。是是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每天工作这么累，回到家里面还是要稍微的开心一点。对，要像家。这样，佳琪今天也在最后给你准备了一点礼物，应该刚刚你的粉丝说你特别爱吃零食，所以我今天准备了真的很多东西。我准备了一个行李箱加三袋，你可以把它带回去分给你的队友们。哇，我这里面有榴莲哦，这里面有榴莲哦，哇，就等下要小心提、哦，真的有个箱子，不要撞到自己，对，好吗？全是零食，全是我们今晚好吃的东西。哎，这个有点真的有点臭，不要，对我来说是很香。对，等下那个司机会受不了，会把你赶下车。这真的，哇，好重的味道啊！谢谢刘宇来我们直播间，谢谢，辛苦了。最后一个祝福送给大家，好不好？
谢谢大家，在这儿，对对对对啊，谢谢大家，谢谢佳琪哥，我今天来到这个佳琪哥直播间非常开心，然后也感受到非常热闹的氛围，回去之后我会把这些零食全部分享给我的队友们，是非常开心，非常感谢 Misting 邀请我，谢谢，是谢谢谢谢刘宇，谢谢辛苦了，我给工作人员，好好好好好，对你还要麻烦帮我们签五张照片，好好好，来来来，答应大家的签好了啊，来，那这样，对，我在那边签的，对，那这样吧，我们就直接把它送给你们，好不好？美们，我们刘宇亲笔签名的照片来了，我们马上抽奖送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直接刷，谢谢 Into One 刘宇，好不好？谢谢大家支持，来，我们刷起来，谢谢 Into One 刘宇，我们来抽奖喽。好不好？辛苦辛苦辛苦你，辛苦了，谢谢。你先回去，你先回去，太晚了。好好好好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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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下次见。好，下次见，拜拜拜拜。好，来。